我们通过这种高强度的跨昼夜着舰训练，使飞行员能够更好地掌握着舰的特点和规律，能够有效地提升飞行员着舰能力。下步我们将紧盯攻击敌海上目标、海上反潜等高难科目，为部队随舰执行多样化任务打下坚实的基础。全舰官兵密切协同，克服复杂气象条件影响，紧贴实战，检验了全舰官兵整体备战水平和协同作战能力。在这边呢，告诉了大家，温水神维生性电解次氯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还原成水，温和不刺激，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环保。要跟病毒共存，必须要长期抗战。大家赶快来到快点购，输入雅婷的推荐代码 CTI 999，就能够享有折扣优惠。